又来了吗？妖魔是越来越多了。哦，五更天，该进药了。红二，怎么了？你看，啊，你的机关渊又卡住了，可我够不着。哇，真高！没事，我帮你拿吧。小子，你当心！不要紧，我行的。小心点啊！没事，在下边等着吧。小心！没事没事。给。谢谢。哦，今天是香儿满周岁的大日子吧？那这个送给香儿。哇，好精巧的玩具。这可是我自己做的，你也喜欢吗？嗯。好。那等你明年生辰的时候，我再做一个送你，更厉害的。啊，真的吗？嗯，一言为定。哎，太傅来找我了，赵小子，我先走了。啊，我也。明年生辰的事，我不会忘的。我也。
也差不多该回家去了。太傅，我跟你说啊，刚刚呀，激光鸢又卡在树上了，幸好张小子帮我拿了下来。阿福叔，公子，您回来了。阿福叔，还是叫我昭儿就行了。你可真是。哎，对了，夫人她在找您呢，您还是快些到书房去。这些书卷，让阿福遣人给您拿回房吧。谢谢阿福叔。公子，怎么了？可别让夫人等太久了。阿福叔，是有贵客来家里了。这，我偷偷跟您说呀，是宫里遣人来了。夫人特别提醒我们，不可怠慢。阿福叔，这礼品都是些什么呀？这些呀，可是来自西域的奇珍异宝，可得小心，碰坏就糟糕了。阿母，昭儿，你先照看香儿一会儿。那您呢？今日贵客云集，你阿父正忙着呢，我还得去盯着厨工才行，免得怠慢。阿母，您辛苦了。香儿就交给你了。香儿，你醒了，今天乖吗？对了，香儿，这是你红姐姐送你的周岁贺礼哦。你喜欢这玩具吗？我也很喜欢。照我窗，有我
阿母，周儿，来这儿站好。怎么了？啊，外头。待会儿你就带着香儿赶快离开家，不要再回来了，走得越远越好。可是，搜，一个都不能放过。香儿就交给你了，阿母，快去吧。莫再回头！放肆！此乃朝廷命官府邸，竟敢擅闯！小姐，我这老命交代在这儿也是值了。阿福叔，你穿过廊道往前走，再走，不要留下任何活口。走到内院去。别哭，阿兄在，还有阿兄在。乖，别怕，阿兄保护你。当初生也未央，明月光照
都尉大人。煎药。煎药，对，煎药。舍妹自幼有疾，每天早上都得吃这药汤。太师兄弟，你也不容易啊。今日要是表现好，请我们将军多给你加些赏钱。带灵妹去找个好大夫吧。多谢大人，必定不会误了大人们的大事。好好煎你的药汤吧，破晓出发。差不多了。香儿，香儿，哈！啊，吓死我了！阿兄，小丫头又淘气，来。坐着喝。又是一样的苦药。仙儿别胡说，我每天调的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总是换汤不换药。快趁热喝了吧。不然再给我讲个红儿的故事吧。你讲故事，我喝药汤，公平交易。好。有一天傍晚，红儿在东市附近玩耍，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那是一棵结实累累的桃树，生长在东市的入口。哇，好高啊！红儿决定要爬上去看看。爬着爬着，他看到了人们聚集在一座院子里，互道恭喜，不知道在庆祝什么。在橙红色的夕阳下，好像半个长安城都燃烧了起来。红儿决定不再回头看长安了，他专心地朝树梢爬着，直到夜深。他抬头看到月亮，觉得月亮好像一面铜镜，晶莹光亮的。红儿听说过，只要诚心地注视月亮，就能看见自己最思念的人。红儿看到谁了呢？他盯着月亮瞧，却什么也没看到。红儿越爬越高，最后爬到了月亮上。月宫金碧辉煌，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然后呢？然后呢？
阿兄要出门了。阿兄一早就要出门？是啊，这次机会难得，接到大人们的委托，带那些大人们进山，赏钱500。阿兄若是不接这委托，岂不是傻？阿兄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药钱？想多了，小丫头，能挣钱干嘛不挣呢？阿兄亲手做的香囊，可以驱虫提神，还可以静心辟邪，消灾解厄，百毒不侵。哦，这个修好了，你要找阿兄的时候，只要吹一声，阿兄就会马上从山上滚下来。知道了。知道就好。走了。香儿，怎么了？没事，试试竹上。太史兄弟，放心，阿兄很快就回来。你快些回来。Все правильно, все с настроением. Так, все. Погнали, проходим. А к которому у мен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все слетели с второго? Я так 21 час. Иди нахуй. В облаке они есть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о они оттуда не загружаются. Заебись. Не знаю,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Так. Коу大人, 你可算好了。算好了，赏钱500，不多不少。我是说，你总算是好了。村人都说，你只要有赏钱，什么活都肯干，还真没错。随我去禀报将军吧。是。将军，一切就绪。山上真有妖魔？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哦，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的？哎，几日前山里传来巨响，动物们纷纷逃窜，后来进山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连岩壁都被击碎了。老猎户们都说这是大妖作祟，让我们暂时不要进山。有人见到那大妖吗？或许有吧。嗯，几个年轻人不信邪，结伴进山打猎，就没有回来了。此后，再没人敢进山。嗯，выключаемся, да? А Q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хорошо.大人，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还有吗？有，前面很多。继续带路吧。За хуйня, жопа какая-т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тут есть
А, пока все закрыто. И хорошо.到了。将军，看来便是这儿了。孙克，在。你来检查痕迹。是。啊，说好的赏钱。哎，嗯，大人，我瞧你胆识不错，身手也可以，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待在这山村可惜了，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我可以做主，给你多加一倍赏钱，安顿好家人。大人太抬举我了，我哪有什么本事，就是懂得打猎罢了。只求尽力完成任务，拿了赏钱赶紧回家。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你若加入，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高攀不起，高攀不起。这董玉，难道你有什么隐情？能有什么隐情呢？大人就别笑话我了。你别死命的盖子迎战。孙克追击，寇延善后。是。太史兄弟，拿好了。平步青云路，还是走我的山林小路吧。回家。你们几个。搜查附近还有没有残余的妖魔，其他人随我来。是。对。之前进山的那些人，怕是凶多吉少。哎，先回村子吧。哎呀，как не то。Навыков, так, сетей, талантов, что так, так, так. Да, активация навыков.Сюда схожу, там чемодане там.
Там какая-то казнь, да, была? Так, ага, на колесик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ть. Окей. О, чего? Убийство врага. А, на F тоже фиксировать. На F же фиксировать и на нее же добивание. А, мы вернулись, да? Темные туманы. Все. Пизда. Так, все, слава богу, часы сели, больше не дзынька. Так. Бегите, монстры. Так, курочки тут. Молятся. Типа просто сохранить, да? Чё говоришь? Вон ты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ам?放你走，不了，死的人更多，牺牲一人，
换取其他人的安全，划算。香儿，姑爷，放箭！天下地利。绑起来。是。кого связать, демона? Да вы же его убили. Чего связывать? Че看看。是。伤得真重啊，下 K， 要不呢？人呢？啊，忽略了那刚刚问出什么了？属下惭愧。此人是何来历？这，属下不知，只知他是乔哥村的一名猎户。乔哥村的一名猎户，竟有能耐从我李军箭雨中求生。传令下去，找出此人。遵命。типа сестру нашу из-за них убили, еще такой типа найти его. Тварь, вот тварь.香儿，没事的，阿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不计代价。大王，大王，快救救香儿！小鬼，你又惹了什么麻烦？香儿受了重伤，快不行了。啊！又要本大王出手救人，也不是不行。我懂，不会让大王平白出手的。只要能救回香儿，我会解开最后一道锁，助大王脱困。好好，说说小丫头的情况吧，卖相如何？脉象紊乱，不
危若难辨。不歇呢？气若游丝，浊气多，入气少。小鬼，你开机关锁，我来帮他收拾吧。大王又无计可施了吗？就是叫不活了，活活要不死容易。请大王教我。上次帮小丫头吊命的阵法还记得吗？记得。你先画阵法，我一边说。借物代行，借用天书之力抽出雷人，基于木石之物，今早坐卧如常，就与常人无异，只是看得见摸不着。这样与游魂合意？这自然只是权宜之计，待本大王过关时候再施展仙术，为其修复身躯，届时灵肉归一，才算圆满。这方法委实离奇，不知大王有几分把握？本大王自是十拿九稳，小鬼再拖拖拉拉就不用救了。Мне кажется, наебет нас. 成了。接下来，以血脉至亲的血作为媒介，许你的血一生。血脉至亲？那要是没有？要是没有血脉关联的人，就要取得承载思念之物，才可施展借物代行之术。那。植物吗？把你的血滴在左腹位。施展天书之力，把小丫头的元灵抽出。两分。香儿只是，伤得很重。不过没关系的。那位大王教了我一个法门，暂时取出你的元灵。等会我解开机关锁，助大王脱困，他便会施展仙术。本大王就会施展仙术，修复小丫头的身体。好了，小鬼。到时候灵肉归一，自然就恢复了。真的能恢复？嗯。大王，我这就放你出来。等你好久了，动作轻一点。对。啊，
А там уж в эту? Сюда.应该快好了。行不行啊，小鬼？подождите, я пытаюсь. 我再试试啊。срастить. 啊что если на вот это?我知道了，是这枚零件错位，只要把它扳正。小鬼，你做了什么？我想把一枚零件扳正，结果……结果你把它弄坏了。是。坏了，你会修吗？你当然不会。大王，对不住，我你事到如今也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不对，过了这么久，小白应该早就死了。你去商山找小白的徒子徒孙。商山？对，去商山找一群自称墨者的家伙，让他们来修。小白的徒子徒孙叫做墨者，那是谁？不过是一脉堂之罢了。墨者是什么样的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机关术，快去找墨者来帮你修门。此去商山路途遥远，不知多久。大王，可否先传我修复躯体之法？就你这小鬼，连最简单的仙术都不会，还想学修复躯体之法？老实点去商山吧，找人来修好门，本大王亲自出手。好，我们这就出发，前往商山。慢着，你们。是啊，我和阿兄一起，说不定还能帮上点什么忙。小鬼，你有吃过烤乳猪吗？吃过。香吗？很香，远远都闻得到。那你还敢带小丫头一起？她以圆脸之身行走，在各地妖魔眼中，无异于美味的烤乳猪，远远都闻得到。那该如何是好？小丫头确实不该与你分离太远。有了，机关人先借你们用吧。机关人？屋子旁边那尊机关人，抓着捕鬼当动力就可以用了。把小丫头的园林藏进去，
可以掩盖气息，你先随便抓只佛鬼来吧。大王说的倒是轻巧，我连佛鬼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忘了，轩辕界没几只佛鬼，离你们家不远处山里有一座鬼神祭坛，你去那里找找吧。鬼神祭坛又是什？你这小鬼问题真多，去了就知道了。Да уже, пиздуй нахуй. Заебал, блядь, одним вопросом. 是, 我们这就出发。啊, 路上小心啊。哎哎哎，我是说，帮本大王开门之前，你们两个可别死了。突天下。小姐何必如此，不如咱们去找找那小子和丫头，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是呢，也许大家会有办法的。肯定没问题的，别太早放弃才是。哎，什么，突然变得好黑啊。大小姐，你在哪儿啊？是呀。То есть нам какую-то предысторию чего-то показывают?书世界门都坏了。嗯，哎，仙儿，你看，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徒四壁了。啊，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还有满地的杂物呢。哎，阿兄，看看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然后就出发吧。Что сейчас осталось? Здесь у вас нихуя ничего и не было. Мясо там взять или что-то? Мастерские для работы со снаряжением. Она всегда повышает или временно? А, приношение. Thank you.
надежды на сестру. Да заебали, собирай уже быстрее пожитки свои. А что? 我们带他一起走好不好？ 搞不好到了商山，人家墨者不让进山， 大王不是说墨者都会机关术吗？ 拿着这个机关玩具，说不定可以当做信物什么的。 好，就依你。 走吧。 Нам бы сейчас сохраниться. И можно... Это там сохранение? Ащу, у меня очень нар. Чешали, джафугой. Или это... Шали, ёма да. У меня очень нар джафугой. А не, он все правильно, там сохраняшка. Так, сохраняемся. И... Не надо уже бежать. Счастливо.